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上周我们看到了圣尊莲生活佛台湾道场巡礼，来到了位于高雄的男子同修会。现在我们就继续来听圣尊莲生活佛当天精彩的法语开示。我讲过了，每一个人都有烦恼，师尊也有烦恼，但是师尊把烦恼看成不是烦恼，所以就变成没有烦恼。亲近自己，当然少烦少恼。你如果能够亲近的守戒，你就会少烦少恼。如果你常常犯法、犯戒律，你一定很多烦恼。很简单的啦，你开快车，你就不行了；喝酒开车也不行了。你慢慢的开，在台湾我是不敢开车的，单单开车就有很多的法力，开车本身就有很多的法力，你守法，你就少烦恼；你不守法，你一定多烦恼。所以最重要，持戒以后就少烦少恼，还是有烦恼，但是那个烦恼来的时候啊，你要把它看成不是烦恼。为什么能够看成不是烦恼？就是你要领悟第一义。单单开车就有很多的法力，开车本身就有很多的法力，你守法，你就少烦恼；你不守法，你一定多烦恼。所以最重要，持戒以后就少烦少恼，还是有烦恼，但是那个烦恼来的时候啊，你要把它看成不是烦恼。为什么能够看成不是烦恼？就是你要领悟第一义谛。只有开悟，你才能够把烦恼看成不是烦恼。只有开悟，所以这个雅琪师姐，她说我回台湾的时候啊，经常会受到一些伤害，我回答了一句话：师尊啊，不会受伤害。为什么不会受伤害？每一次回来啊，这个周刊都会报道啊，这个都是伤害啊，怎么会不是伤害呢？为什么？因为领悟第一义谛。啊，这个事情我有跟雅琪师姐讲，师尊为什么不会受伤害？因为领悟了第一义谛。还有跟他讲，第一义谛是三花哥。第一义谛是三花哥。这个就是要你们参的，因为现在师尊已经领悟了第一义谛，那么有些人是还没有领悟第一义谛，那你们参，有些是参得出来了，有些讲说啊无我啊，哎，因为《金刚经》里面讲无我，还有无生华人呐、啊，无生啊，如果你没有出生，问你。你有什么烦恼？当然没有烦恼了，你都没有出生，怎么会有烦恼呢？人就是有了生命才有烦恼啊，没有生命哪里来的烦恼？那无生在寂地部呢？是什么？
第一滴在那，啊，这个今天的男子同修会到了同修会的地方，现在是左营，左营，左营不是男子，男子是男妈听，左营是左营，不赶快，啊，伫左营的时阵识，那男妈听的同修会。安尼讲对，这样改名字啊，要改啊。啊，问你一件事了、啊。今天我们的佛堂多了什么东西？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出现了。我们佛堂里面多了什么东西？哦，他说我同修会里面多了一个师尊啊，我问呢，多了什么东西呢？啊，师尊不是东西啊。你讲的对，师尊不是东西，卢师尊不是东西，今天多了一个卢师尊在这里开始说法，我问你说哦，多了什么东西？你说啊，是师尊啊，跟同门，同门也不是东西啊，师尊也不是东西，师尊才是不是东西，因为不是东西，所以不受伤害。对师尊不是东西，师尊也不是人，所以不受什么伤害。那我当小孩，佛性真如就是要你这样子参。为什么师尊不是东西？年级上次跟我讲，为什么要讲东西？因为东西是有东西的，啊，这个东方啊是属于木，木是东西，茶是东西。那么西方是属于金，啊，金是金啊，是东西。那南北呢不同。啊，南方啊，属火，火不是东西啊。啊，北方啊，属水啊，水也不是东西。水跟火不是东西呢。啊，金啊，跟茶是东西，所以它叫做东西。为了成佛成道，入了佛门，就一定要守戒律。啊，出家有出家的戒律，在家有优婆塞的戒律，优婆塞、优婆夷的戒律。那么，烦恼要看成不是烦恼，最重要就是领悟第一谛。开悟明心，无我也是一种开悟，无相也是一种开悟，那个无声也是一种开悟，无所得也是一种开悟。我讲过了，悟无所得，顿断烦恼。因为你知道的嘛，这个色也不是永远，那个就是无所得，到时候你就自动消失了，就无所得了。你要悟无所得啊，那到位嘛是空的嘛，嘛是无啊，本来就没有的啦，到最后你老了你还有什么，对不对？老了啊，男的也老了，女的也老了啊，还有什么啊？你得到什么没有啊？
也什么呢？那个钱呢？说你得到什么？也是没有。那香港那一位那个女的那个，她不是拿到遗产吗？那人家又跟她跟她争遗产吗？小甜甜，小甜甜啊。那她也走了，她也无所得啊，什么也没有。黄永庆也是没有得到什么，就是一个好的风水而已，也是一样，也是无所得。所以我不会去争什么哦，像哦，台湾这张事哦，天马圣人，天马圣人，还有那 FFT， 有那 FFT， 哦，还有圣人呢，哦，那哪滴嘢哦，根本寡妇嘞，对不？啊，为什么要争那个？因为那个建在大地上嘛，啊，不是别人割裂价嘞。啊，你予你好看哦，迄件事是我的，啊，予你的嘛不要紧啦，啥物人的拢嘛不要紧啦，到尾有一天挑去，迄嘛是众生的，对不？你讲迄，吼、哦，我妈妈较早讲的钱哦，生命长的人的。钱就是生命较长的人，什么人生命长？你九十几岁嘛是爱长去啦，一百岁你嘛爱长去，虚云老和尚一百二十岁你嘛爱长去，都要回去的。台湾雷藏寺，你要那个有什么用？虚名而已，根本就是虚名。啊，已经都是土地呀、啊，都是建的那个大雄宝殿呐、啊，这个密坛呐、啊，哦，这个龙边呐、啊、虎边呐、啊，啊那个，另外还有西方镜啊，最后呢，乌啦，乌里耶，西方镜来对付，啊你嘛是无所得啊，哦你讲你偌济一来一去，你嘛是无所得啊，你嘛一家干那你个尔。我虽然讲有几啊家咯，哦，迄阵的时阵，安尼慢慢啊，安尼迄个，安尼供养哦，啊嘛有几啊家，你马上多一家呢？你不能住很多格啊，对不对？那么持住戒律，为什么要持戒？因为你物无所得，你也可以持戒，一切都是无所得，守住戒律。烦恼解脱，物无所得，所有烦恼都没有，都没有。物无所得，你也能够这个追求佛法，那么你也实修佛法，你也会尊敬你自己的师父，因为你师父啊，至少也要讲一点法给你听到，这个就是你的师父。啊，要敬师，因为师本身跟我们解释了很多的东西，那么留下的法你要实际上去修行，因为师父有成就，那么你也对法也就会有重视，你也会实修法，自然得到传承的大加持。最后呢，你由无我无生，然后去开悟明心，就得到第一。七点嘛，我吃饭过了，我妈在边边哦。在开示结束之后，圣尊莲生活佛为现场弟子赐授了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以及黄财神四福冠顶。各位观众，莲生法王卢胜彦在西雅图雷藏寺每周六带领同修并讲解大圆满法，星期日彩虹雷藏寺主持护摩法会，10月25日是不动明王护摩，欢迎传真报名以及收看网络直播，详情请电0492312992。莲生活佛开讲六祖坛经时，天空显现六祖云瑞像，
传授冰头颅长眉尊者法，天空显现长眉云瑞相。活佛说要在云彩上加点颜色，随手对着天空挥了几笔，天空的云彩立刻产生了变化。为什么莲生活佛卢胜彦可以通天造化与天相应？一切的秘密都在莲生活佛卢胜彦的最新著作《天垂意象》。详情请电 049-2312-992。